他们今天刚刚还在做退租清洁，因为租客才刚走，不过已经做的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个是九楼，这个是一个房间，是有空调的。这个是主卧，带浴缸加淋浴，也是有空调的。然后这是洗衣房，然后这个是次卫生间，这应该也是储藏东西的。